因为我们讲到刚刚要冲刺嘛，六趟，每天六趟冲刺 ，OK， 要做盗垒的动作，因为很多小朋友盗垒，你们尤其是你们盗垒的时候，不要扶着膝盖 ，OK， 不要这样 ，OK， 手放在这里 ，OK， 前脚呢稍微45度 ，OK。这样起步才会快 ，OK， 膝盖一定要微弯，然后在起跑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不能浮起来 ，OK， 要水平的踏出去，蹦，倒垒 ，OK， 重点，离倒垒离垒完出来，重心一定要摆到你的左脚 ，OK， 左脚 ，OK， 脚45度，好，起跑，身体不能起来，平行，蹦 ，OK。所以呢，手记得不要摸着膝盖 ，OK， 也不要这样 ，OK， 眼睛盯着投手，脚45度 ，OK。最不好的就是身体起来，起来的时候就慢了 ，OK， 水平的拼的冲过去 ，OK。为什么力量放在左脚的原因，是因为重心在这里，启动这是用这只脚启动，快快插出去 ，OK。大致上应该是这样 ，OK。